谁说射击游戏只能玩现代战争或者是科幻射击呢？难道我就不能当个西部牛仔，做个荒野大镖客吗？哎，当然可以啦！这一款荒野双蛟龙枪神，就是可以让你化身传奇神枪手，闯荡美国西部，让你走路都有风。咱们一起来玩看看吧。Ubisoft 公司宣布，他们将针对 PS3 以及 Xbox 360推出一款 FPS 射击游戏《荒野双蛟龙：枪神》，延续前几代的风格，这次依然以19世纪美国西部拓荒时代为背景，玩家将化身为一名赏金猎人，为了追捕比利小子派特·格雷特以及杰西·詹姆士等西部的传奇枪手，展开激烈的枪战冒险。为了强化战斗的刺激感，玩家可以慢动作来回避敌人的子弹，同时还会强化主角的成长系统，让玩家可以培育自己专属的原创主角哦。